叔啊，恁带志明去看佳云啦。志明真紧过去找你啊，无看到大嫂、大兄的烦恼。志文的心事，改变是我的坎坷，我要保护志文。妈，你啥做咩咧对大嫂啊？恁大嫂知影一寡代志，是啥物代志，一定要互你安尼做啊？志文不是我的亲生后生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好声。啊，无我卡保那好啊，问看卖哦，伊个家人住喺倒，我过去找伊啦。你免卡啦，我有特别交代保那，甲伊带去我朋友山顶的别庄啦。阿姨，你敢下药啊？对不？张张啊，只要无你讲话伊得哦。就是讲，海生哦，这秋秋看我要搁办下。无。哦。那是。我做希望会用甲你关一世人，那个表示我唔免伤害你。啊，不过志明真紧过来找你啊。那么呢？你怕什么样子？我是做老母的，我表示嘛爱想办法保护伊。这位大哥，这位林小可小姐，伊已经唔是咩真久啊，唔是你看。看起来哦，特特别幼稚。啊，若无想到我即摆嫁袂出去，文心，你看，阿姨，你看你有怎个？志文的心事改变是我的坎坷，予你第二手来得，我袂用冒这个风险。我甘愿将我家财产全部送予一个会当借钱救人的好医生，你来当证明。你有人心无数，我对当无条件，把王家的财产拢给你。我对不起，你安怎落手？我才慢慢甲你回。